那时候在台上唱着台语知名歌曲，台下的长者们听得如痴如醉，旁边还有好多不同的摊位，让南港区玉城里的里民一同参与。这是里长黄冲志举办的重阳敬老庆祝活动，也是第一次在南港运动中心举行。这样很好啊，很有机会啊，玩了没办啦。这个偌大的场地还有各式各样的摊位，全都是玉城里长黄冲志一点一滴争取整合出来的。除了有医疗单位为长辈们看牙，还有发型设计为长辈们义剪，场面盛大又热闹。他希望我们的长辈长者要走出，从户内室内走到户外出来，只要走出来我们就愿意看到这个跨出这一步的成功。但我的里面哦，每个族群我都要照顾，长者尤其非常重要，我们要敬老尊老还要爱老。舞台上除了唱歌还有健康操，更有武术表演，而参与的里民也可以获得办公室提供的不锈钢便当和礼盒。里长也一一跟里民们闲话家常，一同度过这充满温暖的一天。开播大台北数位新闻曹登华采访报道。